早就已经说过了，10年来我就已经准备要做到科技的计算，在模型中找到时间地点，怎么样去做它。有一集我差一点就在我的眼前，还是我在他的眼前。还有人就是说有什么怀疑，可是你不能够怀疑这个啊，预言已经在我的面前了，你可以拿炮鼓跟录影机来，我就要去做更重要的事情。